咱看是这台股受到后壁股市有起的影响，这台股今仔开盘是起49点，加权指数来个7863点，随着这电子加传统产业金融拢有起盘中有呾大起加77点，这啊盘中电子股先高量占大盘的70%，包括这台积电、联电、宏达电拢有起有呾带动的指数来有起，啊这大力光的早盘有起10块出来，就落在平盘以下，表现了普通。传统产业股以及塑化股表现了相强势。